是我的女婿乖。一样乖，不一样乖。对呀、啊，妈，快喝茶吧。我是不喝茶的。哦，这不是茶，这是女儿红啊。女儿红。妈咪，这是日本敬酒。拜托了，老婆，你看你这个紧张的样子，明天你考车怎么能及格呢？我明天考车？我不是后天28号才考车的吗？大嫂，我明天28号啦。28呢，就是已发，也就是说，我投资一定发，你考车呢，保证 bust。什么啊？28，肯定是2个87的女人要来才对。哎呦！为什么偏偏要三个噩梦一起发生呢？我不行了，我要去买安眠药了。哎，大嫂，不要怕，我跟大哥一定会支持你的。大哥，你说对不对？我的妈，是我永远不敢得罪的女人。气死我了！小妹，快出来吧！喂，你们干什么？没看见我在洗头吗？你再多一分钟不出来，我们很可能全家的耳朵今晚都要多受1个钟头的罪了。快点吧，出来了，来了来了。妈咪，妈咪，可以用冲凉房了，这样还差不多。至少今天晚上可以耳根清净了。嗯，那我头发怎么办？你听到了没有？连我妈都帮我，这种手术应该是由女人做的。你不知道啊，动这种手术啊，男人也有责的。我有没有听错啊？男人做了就不能够再生，女人做了还可以继续生的。我的是专科医生说的，你的是谁说的？是我说的。停，这个妈的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我们要绝育。哎呀，儿子啊，你怎么可以叫秀明做这样的手术啊？啊，听到了没有啊？你妈这样去做手术啊？哎。九平，你怎么可以叫天才做这种手术呢？然后要怎么办呢？两个都不能做。哎呀，我们是不可以有孩子的。为什么？天才跟我都还在工作，哈，又整天投资这个又投资那个的，我们的经济不稳定。再说生了孩子谁来照顾啊？我来看。妈，那天大嫂还打电话来，我都不想告诉你啊。她告诉我你都不想帮她顾她的女儿了。看还有我啊。哎呀，妈咪，那天你就是多喝了2杯，还说就是照顾孙子就 no way， 偶尔看看还 OK 哦。哎呀，你大嫂是金头发，生的也是金头发啊、都是陪钱我，你们就不同啊，你们生的是黑头发，我一定会照顾的。哎呀，反正呢，本来是2人大战，现在变到了4人混战，再生多一个不是变成世界大战吗？哎，我们不战。总之。我就知道你们是不会好一起照顾孙子的。对，老公，不然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就丢钱币，头呢就你去做手术，花就我去做。哇，乖点，走，现在就去。走。